爬了完不变身没有天阵，测试一下威力，杀酒肉和尚第二层。五十级满修东海渊实战测试。来吧，第一回合啊，秒！我靠，法伤700多秒，500多是啥意思啊？这回秒四了，我技能是满的，有套装。加魔力武器高伤还带无级别，有法修，有法修森罗万象。兄弟们，第一个经脉是多少级点的呀？符石组合只是加技能，这他妈不完犊子了吗？啊！来，暗涌清除弹簧。这门脉还有点墨迹啊！叠完状态的话，还有轻状态。还行啊，这个还可以，没蓝了啊，还好是无级别能砍。这门派，这门派操，太他妈的难受了啊！砍的比秒的多。平 A 800到1100，而且没公休啊！是不是五十级的法器啥门派都垃圾啊？得这么想。